陈宇在次演唱易燃易爆炸，估计又是个很燃的现场。很多爆料号称今晚歌手华晨宇将演唱《易燃易爆炸》，喜欢这首歌的应该会很兴奋。原厂陈粒的录音棚版本是惊艳的，听一次就会爱上，从嗓音到歌词都是无可挑剔。但现场版就很难保持较高的完成度和质量了。另一个是体系问题，所以总得说现场会有些遗憾。而华晨宇在天籁之战上曾经就演绎过这首作品，还经过改编加入了花腔，花花的嗓音也很契合这首歌，可以说是成功的改编，又带给观众新的惊喜。这两版各有特色，现场的话华晨宇比较稳定，不知道这次歌手上他会不会又加入新的改编，值得期待。